这第二个问题的关于伏击，也有收魂或锁魂的事，被锁魂的婴孩就会特别宁静乖巧，以佛法来说，这是为何缘故？这个决定不是正常的啊，这是属于一门邪术啊，佛法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啊，佛法只是教导人啊，没有这些神通啊，这个怪力神乱这些事情。